最该下台是卫生局的陈局长，因为你卫生局掌握这么大的派车权力，你却没有紧急的作为。第二个，消防局的黄局长，恩爸撂下重话，点名新北卫生局长陈润秋以及消防局长黄德清应该下台，为恩恩一案负起政治责任。我想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们会认真好好的做事情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们努力的做事。被点名的两位局长口径一致，以努力做事回应下台要求。大家长侯友宜则是终于松口，承诺要检讨。从恩恩离世当天到中间几度闪躲核心问题，至今真相大白，已经是第64天。我深感愧疚，很多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检讨。我们要去省思，至少郭友宜要负起全部的责任。尤其曾经失去过，怎么可能不感同身受呢？特别强调感同身受，因为1992年侯友宜曾历经丧子之痛，当年他公开表示小孩子死了已经是事实，只有两个问题要谈，一个责任，一个善后。恩恩爸想用侯友宜这段话反问侯市长。侯市长说得很好啊，我也觉得他能感同身受，可是后面整个新北市政府的所作所为有跟他的发言一致吗？我相信他扪心自可以自己质问一下。横向录音档曝光，恩恩爸已经跟律师严厉提告，喊话侯友宜该交出内部调查报告。请你把你们内部的调查报告坦诚公开，缺乏了卫生局跟医院的横向的沟通。你认为他应该公开道歉吗？这是必须的，只要司法调查完成，该负的相关责任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没有例外。两个月过去，侯市府终于挤出检讨两字，恩恩爸持续追真相，要厘清责任跟善后。三立社林凯君、简宏琴、郑凯中新闻报道。